现在这个桌子要改装，餐桌改成我的书桌，可是直接搬进去好像也可以哈、哦，直接搬进去好像有点难，因为不好搬，太大，然后应该会卡住门。好，拆板子。可以用电钻来转，不过算了，太吵了。去铺地上。这块木头就比那个桌子还重。桌脚，用这个桌脚，桌下空间会比较大。这个转上去就可以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原本铁盘是要锁在上面的，所以要先锁这个圆盘。五颗螺丝，用手锁吗？我看这会穿过去。你是有电钻吗？就是快到墙壁而已。可以，而且不会吵，呵呵，漂亮。哦，很稳，没有，一面手过去，好，那就继续。要控制力道，刚才有一根手脱牙。哦，好吧，这1900买的值得。那如果自己用手锁哦，会锁到那手会酸的要命。这就刚书桌了，放在这个位置。收工，明天早上起床擦油漆好。喜欢小黑色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